始源。我们先从左手边来看一下，好，谢谢。左手边这块是谁啊？让所有的媒体朋友们还有贵宾朋友们久等了。我们从左手边开始，来让媒体朋友们拍。好，我们到正前前方，中间前方。你冲干吧，就行啊。台湾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崔始源。我很想你们，很想。粉丝们想始源吗？等很久了吗？谢谢你们，我也谢谢。始源穿西装的时候是最帅的，是不是？我知道。那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们稍微等候一下下，谢谢。大家非常难得的，我们终于再一次看到了好友的组合。好，这个没办法了。谢谢。